赛。谢谢。Yeah.
想你我，
谢谢，越来越像你们了。很多的哥哥姐姐们都在拍手啊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OK， 好，那今晚上呢，原来是我们的这个联欢宴会啊，所以呢，希望我们今晚间每会一大排的歌曲到我一起玩，因为我有已经有大概大约七年的时间没有回来新加坡了啊，因为有一段时间都在国外。都在香港，都在台湾了，能够回到自己的家，今天真的很开心。那希望呢，今晚就给大家带来，不管是黄金瓜啦、金克里瓜，那希望你们都会喜欢，能够接受。我接下来首歌，想要唱一首在台湾的时候，很多人点的歌，我不知道这里的朋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。那我希望我们和我们的飞鹰乐队老师们一起来配合这首歌曲，一起来聆听张雅文的首歌《路易达》，献给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